诸和神施法扶持普法巡流，诸和神得普语无边法语解脱门，普界全见诸和神得普现一切众生，令容一切烦恼解脱门，离尘净眼诸和神得以大悲方便普地一切众生，垢或尘垢解脱门。十方遍猴诸和神得横出摇于一切众生因解脱门，普救护众生诸和神得与一切寒死中横起无恼慈解脱门，无热净光诸和神得普示一切清凉善根解脱门，普生欢喜诸和神得修行具诸思，令一切众生容离见着解脱门，广德圣常诸和神得一切欢喜福田解脱门，光照普世诸和神得能令一切众生离眼者清净，嗔恚者欢喜解脱门。海德光明诸和神得能令一切众生入解脱海，恒受具足乐解脱门。这诸和神主宰和神，这诸和神就包括了咱们中国的有湖四大湖，还有这个一些泉呐、一些比河小的溪流啊，都在内了啊。他以下不再另说了，就是河和海，江跟河是通的。在我们中国的河流嘛，最大的大家都知道黄河啊。我们大家有冤业，有时候心里头受了冤屈了，说是跳在黄河洗不清，知道这句话吗？想过没有？为什么跳在黄河洗不清？跳到长江里就洗清了，跳到鄱阳湖、洪灾湖就洗清了，不是这个含义。大家知道黄河发源地是巴颜喀勒山底下，然后青海黄原县跟玉树之间，那一块这块发源地有方圆好几百里，地下往上冒水，冒水，现在没有了。为什么没有了呢？发源地的水是没有，沿这个从青海一直的到山东入海啊，经过这么多个省。因为黄河从青海发源，他说的经过省份呢，都是高原地带，黄土高原，河里的泥沙很重的，黄河水永远是不会清的，黄河水不清，为什么呢？泥沙太重，你不跳黄河洗呀，你干净一点，跳黄河洗呀，闹一身子黄泥巴，说跳在黄河洗不清。这是一种通俗的俗话，只是说黄河了，中国河很多的。因为这个呢，这是主河，没有再说江了啊，江湖啊，那么以河就代替了。拿这个河来比喻菩萨行菩萨道，菩萨道啊，你从这些菩萨说表法的时候所说的，并没有说河的字眼呢啊，
普发巽流主河山啊，怎么形容它呢？普雨无边发雨，是形容表法的。例如说，普发巽流主河山得普雨无边发雨，把这河的水形容成雨，那雨有大有小，有大有小。那我们就形容它，你得到利益的，得到法益的，也有大有小，有的还得不到，有的得到的少份，有的得到多份，因为形容着说呢，助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利益众生，就那河水滋润众生一样的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个民族是从黄河发源，炎黄子孙呢，就是皇帝以后算起的，他是在黄河流域，因为这条水滋润我们，是吧？说我们的文化艺术，形容都是从黄河发源的，为什么没说长江呢？在那个时候，黄江没有，长江没有开发，长江以南的成为蛮，黄河以北的成为匈奴，按这个流域啊，形容的这个。佛法所说的，但是这个在这个华经所说的河呀，可不是按什么中国河说的，所有世界上一切河也河，一般的说呢，河水比江水还要小一点，因为河是普遍性的，说举河了就包括江了，海下来就是河，行着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就像那雨发雨一样的，大法就配缘的红柱，是形容词啊。那么这个普发巽流，普发巽流。巽流就是流水啊，流水的情况不同，怎样不同呢？有时候它那高山下来，那个河经过那地点呢，高山旋流下来的，那种情况呢，就是瀑布一样的啊，有的平平的急流，例如说通天河。可能我们这好多人没到过通天河，说这条河水啊通到天上来的，那通天河的上头叫粘稠河，粘稠河通着这个，从这个通天河往下一道，这在青海省，青海省境，青海省边疆了，跟那个新疆接近的地区，那从这个。通天河往下一下来就不叫河了，叫金沙江，金沙江要经过又有怒江，怒江完了到四川嘉陵江，嘉陵江完了入到这个长江，你说是河呀是江啊？对，我说这个形容词也是河也是江，江即是河，河即是江，我是形容这个意思，但是这一条江，长江上流是经过通天河来的，发源地提经过通天河，通天河上的是粘稠河，粘稠河就是西藏新疆交界跟青海交界地点，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就像那河水滋润众生的一样，跟众生一样，有时候它很迅疾，
你从那高原往下流的时候非常迅捷。所以咱们如果大家看过西游记啊，或者你要看过这个什么玄奘大师的，他那是他自己做一个，不是西游记。玄奘大师那个笔记就是他去这些个印度时候他所经过的，他根本没经过青海嘛，也没经过西藏嘛，但是你到西藏到青海，你走很多地方都有玄奘大师的遗迹，在通天河里头啊，那有很多的河的两岸呢，都是玄奘法师的遗迹，后人伪造的，他没经过这条路线，他是经过阿富汗的，在新疆经过阿富汗那么来的，他没有经过这个通天河啊，通天河那有赛经台啊，是乌龟把这个玄奘法师给翻到河里头去了，这神话啊，这神话，形容这个河水有时候它非常急，有时候非常缓，赶到一到四川境内了，它叫长江了。那就不叫河了。那另外一个黄河发源地，那现在怎么上头断流了？黄河发源地是琼海的，对，到这个玉树一个专区了。从青海的黄原县西宁出来，大概有140多华里吧，就到黄原县。这黄原县再往前走，这个时候没有人烟的了，叫黑帐篷。可以这样的，那时候人呢居住点呢都不是依靠这个村庄，没有，都是帐篷，没有建筑，没有房屋，不是定居点，它是游牧生活。那这黄河方圆呢大概有400多到500华里，这样就在这个巴颜喀拉山底下，它的另一个边啊叫兴许海。兴许海说那个左一个堰塘，右个堰塘，它那堰塘很大了。为什么叫海呢？它水是咸的。高山上巴颜喀拉山的那个山的那水是咸的，过去是海底。一到这个夏季了，就到这个季节吧，全是海，左一个海，右一个海，左一个海，叫像天上星星似的。说叫兴许海，一到冬天，那个康熙康啊、西藏啊、青海边上都吃这个盐，海水就是那个每一堆的像山那么样，都是盐巴，那不要钱的，谁拉都可以，就拿牛驮呀、拿拉呀，就是西藏上都到这边来吃盐。那还有一种山上的盐是红颜色的，叫山上的盐，那过去是海底泡了变化的。因为修这个青藏公路，从青海到西藏拉萨，咱们这讲地理呢啊，必须把河源讲清楚。这个沿途就是菩萨，凡是达赖班禅过去请神仙请点转世的，大多数都到青海请，就到这牛毛帐篷里头请去。为什么他转到这个地方？这地方最苦了，专度这一类众生。那么修这个路的时候，怎么修都修不好，没办法，他是居如忌带，假使人不知道，走那连人带马全焊下去。那现在修公路要开汽车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怎么办呢？把兴许海的盐巴填到这个黄河发源地里头，它那是居乳地带，知道居乳地带吗？就是泥巴，都是炫泥塘，你看不见水，那盐巴跟这稀泥一和呀，比三合土比这水泥硬得多，不坏的，也不怕冻，也不怕啥。这下倒治住了，但是水怎么来啊？黄河发源水就没有了。
你现在的黄河水就从巴音喀拉山沿途流进来的，各地方水流进来的。啊，咱们中国的河就指这个河。现在欧洲的呀、西洲的呀，那些河呀，正是发生这个地球上的河吧？啊，但因为咱们黄河发源地这个佛法很盛，在欧洲那些河没有，所以那些主河神，我不晓得是怎么弘扬佛法呀？啊，不信吗？啊，没有佛法可弘扬。那么专指中国来说讲啊，那在这个佛经上当然不是指这个说了，也不是单指这么南阎菩提说了，这一个菩萨在无量世界无量果道，对，他说普行教化行法语，那佛法永远不会断的，像河水永远不会干枯的，等河水干枯了，地球毁灭了，地球毁灭。所以这是形容菩萨来度众生的实话。像那个河水滋应一切两难的众生的一样的。普皆全见主河山。全大家知道了，全很小。三见就是山里头的那个流下的水在那儿不停留一段时间，那叫见，全见，他呢得到正法门，普现众生前容离烦恼，那么你经过这个很多的那个没有人烟的啊，那些个泉水。那你从西康完了一直到的西藏，完了到印度西里古里，这叫横断山脉，十万里大山，全是山，你走就在山上爬，下到坡上去放去还是山，你直到印度西里古里，到印度西里古里这个跟西藏交界这个全是山，这个山里头中间流的那个水叫涧，泉呢咱们中国很多了，像山东的抱犊泉呐，像这各地都有泉呐，像咱们这后头那个山上冒的水啊，那就叫泉，为什么把它都说成主河神？因为泉江湖，咱们几大湖啊，太湖啊、鄱阳湖啊、洪灾湖啊，这些个河全建都把它设成一个里头去了，就形容着众生的烦恼，众生烦恼的是热，要洗烦恼要清凉，到全建去洗洗吧，形容着洗洗你那心的烦恼。那么普皆全见主河山呢，他就现众生前让你断出烦恼，比如说咱没得水吃多苦啊，但你在这个山上，在五台山随便你有住，你只要在这住，你在旁边打一打都会有泉，那就都叫泉，有水的地方，那形容着我们这众生啊烦恼特别多，我们要把我们这几百人呢，咱们登记一下，汇聚汇聚烦恼。你现在什么烦恼？登记一下吧。恐怕写十本书啊，写十部《华严经》也写不完烦恼。要把每个人烦恼都登。现在把这些烦恼都让它消除，容离，就是洗你现身的热恼，洗你的心吧，离尘净缘主河山，以大悲方便普利众生助获尘垢解脱门，
一些祸眼就像微尘那样子。嗯，咱这北方啊，经常有刮风，还不说风暴了，那风暴就是微尘呐、啊，那个尘呐、啊，嗯，落下了那个灰尘，嗯，那衣服啊，这刮风的时候，大的时候，那鼻孔、耳朵眼里头都是灰尘，把它洗干净，嗯。离尘，嗯嗯嗯，咱们这眼睛，如果那风沙大的时候，天昏地暗的时候，眼睛睁不开的呀，嗯，离开尘了，让它清净清净，嗯，那就是我们身上的有些你见不到的，是尘垢嘛，在身上你见得到，在你心里头，你又怎么知道呢？你自身感觉，感觉起那些个妄想。心里动念，那就祸，祸，这是心里的尘垢，嗯，啊，那用这个真实的把这尘垢洗了，靠什么？靠菩萨的慈，靠菩萨的智慧，嗯，光有慈没得智慧，是不解决问题的。有了慈，有这么慈悲的心，大慈的心。再加你智慧的方便，把那个尘呐、啊，让它定下来，定下来，嗯，让尘不起，尘不起，嗯，有些个那个泉，有些那池塘、堰塘，如果那底子好的，没有什么泥巴的，你从上头能看到底下，嗯，净眼呢，离开尘。得清净的法眼，观着真空的体，嗯，真空的体，嗯，这法眼呢，能当观尘，当观尘，把一切的色相，啊，因为它是空的、假的，入梦幻泡影的，嗯，这里头就含着法意，嗯，十方遍猴主和主和神。得横处摇移众生因解脱门，这形容的那个河的浪啊，冲击呀、啊，嗯，有时河里的浪啊，那个山水一急下来，浪都非常高的，嗯，因为咱们是在高原往下流，那个水有时候冲击力量很大的，嗯，很大。形容词，形容词啊，嗯，因为这个河水的流的声音，把它形容成法音，嗯，十方遍猴主河神，嗯，横出一切摇移众生心，不是让众生空生恐怖，而河水那个暴流啊，有时候你生恐怖感。你一两离了一两里路，都听见那河的吼声，就河水它冲击的力量的关系，是吧？这菩萨行菩萨道，像佛一样的圆音，圆音嘛是圆满的意思啊，这个音声啊能普利众生，嗯，那河水的音，它不管你说哪种语言。那音声总是那一个音声啊，它冲击的音声啊，形容着佛菩萨的那个原因都离众生的时候，那个众生啊闻法得度，就像那个河的浪一样的啊，普救众生主和神，将与一切寒食种横起无恼害慈解脱门。嗯，寒食就有情的，有食的，不是无情动物啊，专指有情动物。嗯，有情动物它都有恐怖感，怕受恼害，怕受恼害。嗯，那这个普救和众生的主和神，他就得到这种的慈心。以这慈心呐、啊，
成就带这个五欲境界里头漂流一些众生，被五欲的漂流，沉溺五逆之中，淹到五欲里头了，给他们说法度他们，应该离开五欲境界。无热净光主和山得普赐一些清凉善根，谢他们。善根呢是去祸眼的，表示善根呢能去你的热恼。这个举个阿若达慈，阿若达慈永远清凉无热恼的。在印度古代传说的阎浮提四大洲的发源地叫阿若达慈，阿若达慈或者阿若慈，意思就是这个地方无热闹，是清凉的。如果学过大毗婆沙论是俱舍论都这样说，说这个词啊位于大雪山之北，香醉山之南，无热闹，周围有800里金人琉璃玻璃等四宝装饰难边，这是形容词啊，这是形容词。词里头全是金沙弥漫啊，清波交洁。这段呢是书超记的啊，记的，我念的书超意思，是八地菩萨，他的愿力化成龙王，化成龙，潜居着阿耨达慈的当中，以供给南瞻部洲的这些众生，说从此东面人牛之口出恒河，从南面金象之口出信渡河，从西面琉璃马之口出宝出河，从北面泼此狮子之口出图多河，各舀一杂而入海。这文字上这样说了，其实就是喜马拉雅山的佛母岭，现在的佛母岭，它高出海面呢15500尺，这个湖就叫玛那玛那萨罗花，就是阿若达慈，这是佛经上记载的，说在山谷里头曲折流出来成四大河，河中有黄金，一个河中有金刚石，一个河中有红宝石，一个河中有琉璃，这是这样形容的了，这样形容的了。喀拉山西南就是印度的喀拉山西南，但是你从印度到西藏去必须经过喀拉山口，这个高度呢是6000米，人来过那地方气都出不赢了，山顶上不能待，赶紧得往山下跑，跑到5000多公尺就好了。但你在那过喀拉山口的时候，你绝不能烧烟，千万莫要喝酒，喝了就死在那儿了，活不成了。那马拉萨罗一个湖，马拉萨罗是个湖，这个湖啊就是阿若达慈，是一个淡水湖，不是像经典说的那是圣景了，说是从这什么巷口出啊，从这个什么琉璃马呀，这是金，这是从金象，从琉璃马，这是形容词从金牛人牛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就是经典所说是圣景，但凡夫肉眼看呢
他不是在上边流的，他在地底下流的，他从内地全流的，不是表面上流的。恒河不错，是精神。他这个没说是这个雅鲁藏布江，那这个河流下来是流了雅鲁藏布江的，雅鲁藏布江的。这都是形容词。因为咱们对一些地名、河名、山名，这经过艺术加工，懂得艺术加工吧？现在都讲艺术啊，艺术把它一加工，变了，不但量变了，质也变了。像那个西藏到缅甸，一个扎日，扎日这个山嘛，经常冒红光。知道密宗的莲花生大师吧？莲花生大师没有死的，不但他没死，他一家人都没死。他带他一家人就到这个扎寨，扎寨，扎寨嘛，扎是吉祥，日呢就是山，扎寨就是吉祥山。那西藏嘛，每隔12年朝这个山朝一次。得用许多的军队护送，这个地方跟缅甸、跟印度三不管交界地方，这个地区全是野人，野人。但你到那儿去了，野人会害死你的。他没的武器，他的武器就是树枝子，他都拿毒药把树枝都喂了，拿毒药泡起，泡起他会射箭。你沾着那个毒就死了。要到那扎寨，这是山呐，把那个山形容的都什么宝，石头都不成块，不是说宝了，石头都不成，砸烂的，上去很难，很难上，瘟气特别重。经常朝那个山去呀，死好多人，经常死人，还有受那个野人把你伤害的，还三拦瘴气伤害的。但人呢，他说那个山灵得很，朝一次山呢就不堕地狱了，就成就了。我看去的人也没成就，回来还照样没死，捡条命。但这山名字叫扎寨，扎寨吉祥山，说是这个莲花生大师在这山上住。这些个形容着所有这一切佛法所形容的，对，也有后人形容的。这个不是佛说的，佛没如是说，后人加以注解，越解释越深，越深越解释，你加上几句，再一个祖师又加上几句，加来加去的嘛，原来面貌失掉了，咱们就是阿尔达茨就好了，就是这条水，就行了。普生欢喜主和山，得修行具足思，具足思，令些众生容力坚卓，谢同门。思呢就是布施，得修行具足思，就是修行布施，舍坚贪嫉妒，令些众生不要坚恋。不要坚恋，要常时行布施，这里头包含着有物质的，有精神的，有法的，反正令一些众生欢喜就断了。广德圣床主和山，得做一些欢喜福田，做一些欢喜的福田，这是种福田的善根。什么的福田最大呢？给众生说，劝众生相信自己是佛，契合你的原来所具足的实相的离体，就是易经法界，就是契合佛的心吧，说简单说，契合佛的心。
不论湖也好，江也好，河也好，就像那样的流，河、江，凡是水，它是供给众生的，也算布施吧。嗯，对，布施众生，供上众生水。说这个菩萨，他所行的，自己修行所得到的，把这个施给众生，就像那江湖河海似的，把自己的福德，把自己的水供给一些众生，就这么个含义。光照普世诸佛神，则能令一些众生离眼者清净，尘毒者欢喜，得这么个解脱门。要有嗔恨心的呀，不要生嗔，见一切境界都生欢喜心，学弥勒菩萨，这就真正慈。离眼，眼是眼着，眼着啊。嗯嗯。这个眼着的东西太多了，咱们现在一天就在眼缸里头眼，一会儿眼这个，一个眼那个。咱本来是很白的，大家就这样想吧。如果一个纯白的东西，白布，你眼什么颜色都可以。如果你有了颜色了，你要是个黑布，眼什么都不行，眼不上去了。说我们那个清净的心呐，离开这些杂眼的，离开这些杂眼的，没有眼垢的，慈悲吗？慈，把一些怨呐都化解了，把怨敌都化解了，嗔恨，你要能够不嗔恨，变成欢喜，像弥勒菩萨的笑口常开，一切都解个善缘吧，把嗔恨心度过了，修好了，变成欢喜心，对，将一个河、一个江、一个海、一个湖，海不说了，海讲过了，江、湖、河，它那个水啊，清清净净的，人人在那看那清波，他就生欢喜了，坐在船上。游玩去了，如果他一起波涛，完了，你恐怖了。人的心呐，要一起嗔念，有了嗔念了，本来很清净的水，变成波涛了，汹涌波涛了。你本来很清净的心，但也一有嗔恨了，一有怨毒了。最受伤害的还是你自己啊，你心不静了，你睡觉也睡不着了，吃饭也吃不香了，要放下看破，不要起嗔恨心，不要生怨恨，不要怨恨，好比人家对你不起了，伤害到你了，你要应当惯想，那我前生一定伤害过他了，我还他的债吧，但是众生的杂眼之中，说能耐反成仇啊，多份的，先是能耐，能耐后来一成仇了就冤害了，冤害就是嗔恨心，海德光明主和神能令一些众生入解脱海，恒受具足乐。具足乐啊，对，就是你能够万善奉行，就诸善奉行，就是把一切水都汇归大海。这个海是什么海呢？是智慧海，有了智慧了，这叫海德光明。本来是说河的，反正都是水吧，他说到海去了。何必归于海？海是容纳百川的，
是不是？一切善法总归于成就佛国。嗯，那这个海什么海？般若海，智慧海。嗯，那就叫海德光明。海德光明的意思啊，就是一切河流必归于海。嗯，那海的光明就是智慧光明。一切众生所行的善业，万善归于般若，归于智慧，那叫做海德光明。说一切冤害呀、冤业呀、都把它卸脱了，都把它卸脱了。这十个神，就他名字啊，略微解释一下。尔时普发逊流主和神，成佛的神力，成佛的神力啊！遍观一切主和神而说颂言。大家从前头我们所有讲过的，乃至文殊普贤呐、观音弥勒、地藏啊，他说法的时候，一定加一个成佛神力。这些个神护法神，他所说的、所观想的、所修的，都有个成佛是威力、成佛神力、成佛加持力。因为他所得到的都因佛的教化。这个佛没指哪个佛，就是一切佛都包括，就是佛。他叫成佛的威力，观着一些主，这个主和神说的赞叹的，如来往昔为众生修自法海无边性，譬如破灾清净所，普灭众生烦恼热。普发逊流主和神，他是法语普世，令众生沾着法语得到清凉，得到清凉，清凉行解脱的意思。佛系南宣无量劫，以愿光明救世间，助根熟者令悟道，持补结神心所悟。这普结全见的主和神呢、他普现一些众生前，令他永离烦恼，得到解脱。就是凡是众生渴了，热闹的渴了，喝到他的泉水，就闻到的法音，就得到解脱了。大悲方便等众生悉现其前常化佑，普使净自烦恼垢，净言见此身欢悦。离尘净言主和神，他得到是大悲方便普一些众生的尘垢，把一些众生的垢眼尘垢都给他洗干净了，就是把一些众生啊烦恼都给他洗除了，他都清凉了。佛眼妙音普使闻，众生耐乐心欢喜，悉使涤除无量苦，持遍吼神之解脱，十方遍吼主和神。他得到摇移众生的音，就是说法度众生啊，摇移众生，使众生能得到好处，得到利益。解脱之音，是众生喜欢的、最喜欢的解脱音。说法动作上啊，佛系修行菩提行，为利众生无量劫，是故光明泡遍世间，护身意念生欢喜，普救护众生的主和神。他得到一个法门，在有情界当中，无恼害，众生的互相之间没恼害，得这么一个词，给众生的快乐，无恼害嘛，就是快乐了。他得到这个解脱门，佛的修行的目的就是愿众生得到解脱。菩提行呢，就是觉悟的行，
这个觉悟的心啊，让一切众生都觉悟，说光明遍世间，这个护法神，遍后的主和神，他得到这种法了，普救护众生主和神，一切寒食中起无量的恼害系统们，那佛所修行的种种方便，是令众生成就，成就什么呢？成就一个无恼害，令众生一苦得乐，那么无热见此心清净，无热的净光主和神呢，他得一个普世的清凉善根，清凉善根，无热恼了，无热恼了就是没有嗔恨心，嗔恨心热恼是最厉害的，还贪欲心，贪欲心也冒火，凡是热闹的都属于热，让它清凉一下。说你要发高烧了，脑袋要热了，拿个凉耙子呼一下吧，让脑壳清静一下，它不就清凉了？但是这是世间相，但是得说佛法，说佛法，佛法让它清凉，清凉他的心。四门广大无穷尽，一切众生显利益，能令见者无间浊，此普喜神之所悟，普生欢喜主和神，他得到一个法门具如斯，令一切众生容离见浊，不思浊谁都生欢喜啊。兼贪地度，兼贪不舍，当然也没人敢求你了，求你你也不舍，所以嘛，能布施者，这个主和神呢，他令一切众生容离见浊，他并不是刮给他东西，令他离了兼贪嫉妒的执着，艰难就不肯舍，千万不要一毛不拔，那会跟大家讲过一毛不拔吗？那还不错了，他拔一个汗毛，如果一毛不拔的连汗毛都不拔，那艰难到极点了，那到极点了。佛系修行十方便，成就无边功德海，能者见者眉不显，持圣爽神心无悦，广德圣常主和神，他做得了一个什么法门呢？令众生欢喜众福田，令众生欢喜众福田，他得了这么个解脱门，意思还是跟布施意思含义相当的了。怎么样才种福田啊？要舍嘛，这个舍是指法说的啊，不是指财务说的，以法布施为最，法施说人家闻着你说的法，他心地清凉了，他得到解脱了，所以那个欢喜才是无尽的。众生有垢显想净智，一切怨害等生慈，故得光照满虚空，普世和神见欢喜，光照普世主和神，能令一切众生眨眼都除掉，得到清净了。他以嗔毒为甚，所以单举出来消灭了嗔毒，不要起嗔恶心，把嗔恨心变成欢喜心，对，凡是嗔恨心的人，相貌都变，他脸面部的表情啊就变了，说中国有句俗话，好像这个是很好的，这叫颠倒啊，大家知道吗？念那药飞歌，怒发冲冠。
凭栏处消雪，那头发一生气啊，把帽子给冲掉了。这陈可辛好纵啊，哎，还说这是英雄，这不是英雄啊，这是夜战鬼啊。对，陈可辛那么纵，那还得了吗？嗯，要离掉嗔恨呢，离掉嗔恨，嗔毒啊，嗔毒最厉害，啊，嗔是怨恨嘛，怨恨嘛，啊，因为啊没得智慧，不能知道无量寺的因果，看着这个事儿好像是真正的不平，不平就是不平等。不平灾民嘛，说不平了都要说话了，说话了没解决到问题。为什么？他不是像佛所说的，佛说的佛是知道三世的乃至无量劫的互相的因果，你现在看他的不平，你还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害别人的时候呢怎么害的呢？对，我们中国有句老话，就含着因果的含义。说不平灾民，因为你没见到，你没见到，没见到什么呢？没见到过去的因果，啊，你只是看到眼前，不知道前因后果。你看这个人打那个人了，那人很远要被他打的一动不动，你知道他以前害过他的时候怎么害的吗？因为你不知道，你这今生你看见这不平啊，这强灵药啊，等到过去他强的时候，他欺负别人的时候，你没看见呢，说看见这人很可怜，但是你考虑考虑他历史吧，不是他现生，再看看他前生，再看看他无量生，他怎么害别人了？他如果没害别人，他不会受这个报。这一点一定能懂懂的，是吧？我们佛教说慈悲，你有智慧的慈悲啊，你对无量劫的因果你都能了解，你这个慈悲真正大慈悲啊。因为什么说菩萨大慈悲呢？你把他冤业给他解了，不要再解仇了，冤业一解不一结，结是结合到一起的，解是卸脱，这冤家大道口堆把他卸脱了就好了吧，不要再结了，越结越深，众生无量劫了，所以纠缠不清，没完没了。为什么？无量许业，无量许业得说纠缠。这生你看着不平等，无量生呢？说我们中国还有句老话，不是佛教的啊，可怜的人必可恨。你看这人很可怜呢，他有他可恨的一面啊，你没看见他可恨的一面。我说个现实的例子，我在南普陀，厦门南普陀寺有一个残废人，据说他两个腿是别人打的，打残废的，两个手这个手是抓的，就是这个手还好一点，就坐那儿讨口要饭，而且他很多的动作非常可恨，就是现在已经残废到这样了，很多动作很可恨，真可恨法呢？那南普陀寺那个门前那个车子非常的多，他就等你那车子要开的车子很窄，他坐那儿了，拿钱来，说哪要啊？不给钱我不动，你车子不敢把我压死，那可恨，
那汽车的开车的想下来打他吧，你看他惨非那样的，又不忍心打他，那只好给他几个钱，他就一直拿手拄着地呀、啊，他有点肿着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念佛啊，他说念佛干啥？我说你在寺庙门口要钱，你不念佛？庙口是人多嘛，我不是跟你庙上要吗？我都是残废到这样的了，我还念佛，念佛干什么？他连正个善根都没有，在庙门前不念佛。对，我经常跟他讲，跟他讲，他都是不听你的呢。然后我后来回去到南木头，我又找他们，不见了，他说被人打死了，怎么打死的不知道了，那就没有下文了。说这人是很可怜的，很可怜的，他有他可恨的一面啊，你只是看他这一面，没看他那一面。如果可怜的人，你再给他讲讲佛法，劝他吧，说做点好事吧，你没得善根，没得福报吗？如果能接受的，这是他转化，十个有八个不接受的。我第一次抄九和三，1931年，念那个九和三从兴安县上去啊，就是那个那残废的，没鼻子的，没眼，把你吓得不得了，就是。简直是跟地狱差不多，两边上非常之多。你劝他念佛他不念，劝他念地藏圣号他不念。我怎么办呢？就拿钱给他，拿东西给他，说念你佛才给你一个钱。对，他宁可不念，他不要你这个钱。我是真是，所以地藏经上说呀，这个众生刚强难调难佛，你才看到他又在九和三那是一样。为啥呢？他人多，超三的人多，但是他为什么他不肯念？你在九和三要钱，让你念声地藏菩萨圣号，给你一个钱，他硬是不念，他宁可不要你这个钱。你还哪儿找业障鬼去啊？这不是业障鬼啊，这是真正的业障鬼啊。所以说学法的时候先懂得，能够闻着大方广佛经念一声大方广佛经，你劝不劝他他都念。有的来到山上啊，听着哪有讲经的，他能赶去听一座或者听一个钟头都好的，他对这个没缘呢，他是来看风景的。你跟他，我都遇到过，我讲佛不动好书生让他去，说我不钻洞子，我不钻。你跟他怎么说他不信呢？不信。这不是，这就是没得善根，没得善根。一个没得善根怎么说也渡不了，没办法。说知道众生难渡，难渡。他想跟你想跟他解个缘，今生解个缘，再来生缘越解越深了，他不跟你解这个缘。那佛在是东林老母，东林就在佛的经舍东边住，佛怎么渡他渡不了，他不现，佛现神通啊、他不愿意，他闭上眼睛，闭上眼佛在他眼睛里头现，他跳着脚。他不信，这无缘啊，这才真叫大家知道业障。什么叫业障？这才真叫业障，把那业子给你障住。这从历史的故事到我们现在的故事非常之多。你看住在五台山底下的，住在普陀山底下的，住在峨眉山底下的，住在九和山底下的，名山底下无善人呐、你去看去吧，你再体会到众生的业。什么叫业啊？这就是他的业。他耐个业久了，而且坚持不放，在什么苦难当中他都不肯放弃他那个业障。
他不肯回心转意。可能大家都遇到过，遇到这样的，你行菩萨怎么行呢？他不接受你的呀，那就给他念圣号，他不接受也好，你念完了给他回向，回向呀，佛菩萨加持他，加持他，首先给他解个缘吧，种个善根，等在这个善根去转化嘛。主家神施法，有缘圣位主家神得与一些众生生活滋味，令成就佛神系统门。时光净光主家神得能令一些众生受广大喜乐系统门。塞利永见主家神得以一切圆满法门清净住境界系统门。争一精精气的主家神得见佛大悲无量神通变化力系统门。众生根果主家神得普现佛福田，令下种无私坏系统门。庄严还击主家神得普发众生其净信华系统门，生净信华系统门。运载净华主家神得大慈悯济助众生，令增长福德海系统门。成就妙香主家神得广开示一切法的系统门。见者耐药主家神得能令法界众生舍离懈怠忧恼，助乐舍离懈怠忧恼等助乐普清净系统门。十个主家神，家是家禾啊，家禾就是粮食，种到地下长的粮食就五谷，五谷没有粮食怎么生活啊？不是，粮食也有神在那管理啊，长得好坏啊。离垢主家神得观察一些众生善根，随应说法，令众生欢喜，满足解脱门。有缘圣位，让一切众生，这都是形容啊，必须得说法，令得法的滋味，令成就佛的身解脱门。世间粮食大家知道啊，我们这个色身就靠它来滋养嘛。说你一天不吃粮食还能活吗？是吧？必须得吃粮食啊。说如果想入佛门，想种善根，不闻法你怎么能够成就呢？说菩萨利益众生，那你不给僧说法，你怎么能令一罪令一切众生呢？是不是报佛恩莫于说法，要不说法利众生，毕竟无有报恩者。给他说什么法呀？那就是两种功德智慧，这就是入法的道粮，成佛道的道粮。你要想成菩提道吗？沿着菩提道上找，这是两种功德智慧。功就是修仙，用功夫把这功夫得到了，行道有德于心，就叫功德。智慧呢，那得学，不学怎么能发生智慧啊？学的当中，学禅定，学观，自己学啊，布施啊，这些个舍得布施福啊，这个得的智慧不大的，自己得也不大，给他也得的不大，这是福德，福，寡是福，要堕了世间福更糟糕了，人天福也不好，给他说法，法德的功德的福，这个福是无尽的，说这叫功德。智慧呢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从慧而达到智，是两种哦。我们经常是连到说智慧，智慧，你先由慧解而达到智，
这个字啊，有根本字，有方便善巧字，方便善巧字就开出来了智慧。从般若度开出来的，还要发愿。是愿慧产生力量了，叫力慧力。得有方便善巧，慧方愿力字，这个都是的智慧的包含的。给他说这种，给他说这种，怎么样能得到智慧？修道怎么样能得到功德？这几天我遇到很多人打电话，出家20多年了，现在不知道怎么修行。他问我，我也很奇怪啊。我念起阿弥陀佛吧也好嘛，不是修行吗？他说阿弥陀佛怎么念呢？我说那么阿弥陀佛不会念吗？这是修行吗？我说那这是干什么？你说这是干什么？念佛不是修行，听经也不是修行啊。那吃饭穿衣服更不是修行了。你们说吃饭穿衣服是不是修行？当然这里头在这个场合你不会答复。咱们吃饭穿衣你入佛门之后都是修行啊。你的一切行动都在修行啊。我吃饭穿衣都是修行。对啊，吃饭穿衣都是修行。你看看净行方便吗？这净行方便，穿上衣服怎么念，穿下衣服怎么念，到了斋堂吃饭你要念了很多吗？除了给人家消灾，你自己需要求福德智慧吗？是你屙屎撒尿都在修行。如厕时候要念吗？要念吗？去贪嗔痴吗？捐出罪罚吗？你把净行品三种齐心念完了，都是修行啊。这样才能支助你成佛呀，成佛，这叫修行啊。功德，你学法、受此法、行此法，闻了之后就去做呀。说我还没观想到，没观想到，你入厕时弃贪嗔痴，捐出罪法，这个会吗？睡觉，连睡觉都是修行啊。所以啊，你的入了佛门之后，你的一举一动，都是按照佛教的意思去做，看着是做意识，实际是就是修行。对，你一天两天，一年两年，到你临死的时候，总结了你这一生所做的善，所做的恶。你一下生，在佛经里头说，两种神随着你，一个记你善的，一个记你恶的。你心里起个念，给你记下了；起个恶念，记下了。到后来给你算总账。这就是资助你成佛的资本。知识就是资本，这积累了，到你资本雄厚了，道力成就了，惑业就不能掩了，也不迷惑了。你能安静在这坐，这不是功德吗？你每天都在增长智慧，可是你自己不认识了，不认识了。那你积累啊，积累多了才效果才有啊。你刚入佛门就想成道，哪有这个事儿？没有，不可能了。说那禅宗大德一开悟，你只看他现在了，你没看见他过去怎么修行了。对，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人间四现的，还去跟外道六师学。完了还视线的受苦恨，
这修了六年苦行，知道这个不灵，做菩提树下啊，开悟了，大彻大悟。人家是在斗色托天，就是等觉菩萨啊。你看看他的历史啊，你看人家给寡看现在不行啊，得要过去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三四，是吧？你必须得有这种功德，这样呢，你才能知就能够成佛呀。嗯，实华净光主家山，得能那些众生受广大喜乐，谢他们喜乐，把苦除了就喜了。离苦得乐嘛，离苦不能得乐了吗？嗯，那只要离苦法的，对，咱们现在学的都是离苦的方法。塞勒荣建主家山，得以圆满法门净住境界，谢他们。不但自降，而且给众生来净他的境界，净众生的境界。境界就是世间相吗？世间相，界是生长意，生长一些境，在境，境是厌你的心，啊，一些境啊，它没善没恶的，看你怎么运用，你心生善生恶的。塞勒荣建，塞勒荣建主家山，得以圆满法门进入境界，众生就是他所住的境，令众生都清净，度众生嘛。正一境界主家山，得见佛大悲无量神通变化力，大悲变化从哪儿得来的啊？从悲得来的，佛的大悲无量神通力。那悲心必须得深，怎么样才叫深呢？度一切众生，不舍弃一切众生，深了就有了智慧了，就通了，那叫神通。悲是心悲啊，心悲，心悲要利益众生，浅悲得不到通，就是没成道。深悲成道了，那六种神通一切众生的根都知道，说深通了，那个大悲，悲深了得了通，通了能知道众生心的思维，能知道度生的方法。普生根果主家山，得普现佛福天，令下种无失坏，谢他们。普生善根主家山，就像那种地似的。什么时候下种？冬天大雪天，你一下种还能长吗？都冻死了。咱为什么这中国有四个节气啊？什么时候下种？你得到那个节气再种。没到节气不能种，是吧？你下在佛田，佛的普的田去下种，就是种福田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禅定、共身、闻法、供佛，这都是下种，这个种不会坏的。妙计还击主家山。得普发众生净信华，生净信华，谢同们，普发众生的净信华，以智慧开言法，令一切众生都能信，这个是因，因必结果。生净信的华因，一定得清净的佛果。运载净华主家山，得大慈悯济众助生，令增长福德海，谢同们。现在啊，这些神把那个悲啊和慈啊两个都分开了。奔作悲解释，慈作慈解释。慈眼视物，就等观众生，等观众生。但是呢，慈是宜和的，南京的，不是给众生，让众生的南京，南京，
南京了之后能生长智慧，能生长智慧，这就是增长福德的。养众生也就是学，此是对着惨嗔恨说的，实是对着贪耐说的，持就不是愚痴，这就是以慈来消灭你贪嗔痴。成就妙相主家山，得广开示一些刑法解脱门，开示一切的刑法，修行的方法，修行方法太多了，就是观，就管观，就有无量的观，观就是思维修啊，对着你的心，无量的思想呢，对着你的烦恼呢，这样子吗？你能得到成就啊，能得到成就，才能生欢喜，才能生欢喜啊。我们有时候下总下行四件是吧，下种子烂了，那是种子不好，对，或者下去啊雨水不调，气候不正常，它就有失坏了。但是学佛的人在佛种子下种的时候，是吧，如果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这是种子啊，这种子种下无失坏，但是你得滋润它，滋润它它能成长，坏是不坏，但是成长的快慢那就不同了，如果懈怠那就不行，懈怠这个时间呢要经过很长很长，种子虽然不坏，但是它不能生长发芽啊，那果就结的就慢了，就是下种佛补天，根虽然不坏，但是你得培育它，得灌溉它，得用你精进来灌溉它。妙言还击主家山，得普发众生净心华解脱门。知福，把你的智慧普遍的供养给众生，让他生信。以这个信的因得到的果，果必还因，因能成果。运在净华主家山，得大慈悯及众生，令增长福德海。以大悲的慈悲心，大慈的心，给众生的快乐，让他种的无量福，能够成道。成就妙境主要山，得广行一切解脱门，以行成佛，成了就正果了。见者耐药主要山，能令法界众生舍离懈怠、忧恼、助乐、普清净解脱门。懈怠呢？种子虽然不坏啊，你懈怠它不能成长了。忧恼。忧恼是乐业，你不能对着你的烦恼，你这培养你这个因呢，他不得不到清净啊，得不清净他不能成长，因为你懈怠了，在你修行当中烦恼就升起了，经常把你六根警戒好，使你乐业啊清除消除了，这样才能成就。离垢光明主家山，得观察一些众生善根，随应说法，令一些众生啊都欢喜满足，随根说法，
说法不是遇到什么人都可以拿一法给一些众生说，这是不行的了。众生根基差别不等，随他所欲给他说什么法，他喜欢什么说什么。嗯，而你净给他说这个忧悲苦恼的，对着忧悲苦恼的法，他不高兴。你给他说功德法，啊，念佛了，念菩萨了，念圣号了，能得到很多福德了，那他就高兴了，他就念。嗯，你说你不要贪了，不要求了，不能吃好的了，不能干啥了，这他不听的，也渡不了他。所以咱们学佛一个大障碍，特别得旱地。嗯，说你信佛不信佛，看你是吃荤吃素。刚一引入他做佛门前啊，你可不能吃肉啊，你吃肉环抱你下地。他听着坚决不耐烦了。吃荤吃素不是出家的条件，也不是信佛的条件。但是我们中国不行啊，我们中国汉地时候啊，你是信佛不信佛的标志就你吃荤吃素。这个是很多人望而生叹，因为他忌不了肉。他可以到泰国去出家，到日本去出家，到缅甸去出家，啊，印度现在没有了佛法了。这些国度里头，他不要求你吃荤吃素，让你信，信了佛了之后了，跟你讲慈悲，慈悲利益众生，等他慢慢进入了，你再让他吃荤吃素。他一来受个三跪，你让他吃素，要求过高了，也要太早了。他是家庭主妇，他来信了佛了，师父这么一讲啊，他也不买肉了，管他孩子先生家庭的老人什么的，一律不能吃肉。人家不信佛啊，他吃成习惯了。这个特别要注意。什么呢？得对他的根性啊，对他的根性，他应以合法得度者，就给他说合法。这是个条件。你等他到了当了菩萨了，你给他三皈了，到了菩萨当大悲心呢，你还吃众生肉还行吗？他自己就不吃了。现在更一个善巧方便，肉类啊容易得传染病，好，这个他现。啊，吃肉类啊，你病很多，你健康要坏啊。他现说他就吃素食。美国现在开素餐馆的很多呀，他不信佛，他说身体健康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随意说法，而是有远圣位主家神成佛的威力啊。骗观一些众生，一切主家神而说颂言：如来无上功德海，普现明灯照世间，一切众生显救后，悉与难乐无前无惑无疑者。得有一众生嘛，知味，知味就是粮食啊，粮食的知味啊，五谷杂粮的知味啊。完了，给各位的说法。他得到了这个佛法的滋味了，法之运，他会得解脱了。四尊功德无有边，众生为者不唐捐，昔时离苦常欢乐，此是实华之所若。实华净光主家神，能利众生闻法生广大的喜乐，得了解脱。善系助力皆圆满，功德庄严现世间，一切众生悉调伏，此法容力能明证。四类容见的主家神呢，他得到一个圆满法门，就把一切境界都使得清净。怎么清净的呢？观心呢。佛系修自大悲海，其心念念等世间，四故神通无有边，正以精气能观见，正以精气主家神，
得见佛的大悲量神通变化力，大悲是无量的，佛的大悲是无量的，佛的变化神力能够使众生得解脱。佛遍世间常现前，一切方便无空过，悉净众生诸惑恼，持普生神之解脱。普生根果主家神，这个主家什么，就实施粮食啊，这根果能够不腐烂，能够成长。那么佛的福田令一切下种无失坏，一切众生种了善根了，入了佛门种了善根了，乃至于皈依三宝，就是种了善根了，令他成长，不要坏，根不坏故才能成长啊。佛是世间大自海，放尽光明无不遍，广大信解悉从生，入世言及能入能明入，庄严还及主家山。他得普发众生的清净心，华呢就是升起这么个因，将来一定能结果，一定得到解脱。如来观世起慈心，为利众生而出现，是彼田宜最得最盛大，使净华身之解脱，运在净华主家身，得了一个大慈悲难悯众生的，并受增长福德海。怎么样增长呢？南净和悦，你常识的南净和悦，你就能得到增长福德。和净南和净的南和南岳啊，对人家都是欢欢喜喜，让人家升起喜悦。南静呢，不是躁动的，人家看见你这个，看见你的行为，看见你的相貌，就生欢喜心了，他就得到南烈感。本来他是很躁动、很烦恼的，我见着你，他烦恼就消除了，他欢喜，喜欢见你。善悉所修清净心，菩提树下俱宣说。如是教化满十方，持妙香神能听受，这是成就妙香主家神。他这生长无果啊，有股香气，这也得有福的呀。香，我们闷出那个高粱米，或者闷出那个豆子。那饭锅一揭开，离着很远闻到香气了。现在我特别到了东北，他也不煮高粱了，也都吃大米了。我让他煮过高粱饭，白高粱，是买不到，东找西找，找点高粱，煮了，香气没有了，这高粱也没有了。所以，我才知道，人间了，地薄了，浮浅了。粮食那个味道也都变了，都变了。30年前吃的四川大米，最初吃着很香，很好，并不是豆子那了。30年后变了。我将到四川时候，吃那米很香，等到离开四川时候。经过33年，粮食不是那味，都变味了。为什么变味了？他想高产、好看、不好吃。现在很多的物质啊，比以前好看，哈，看你那个又大又肥又光亮哈。就苹果也入世，果园也入世。和我找这个原因什么样呢？农药打太多了，你不让打农药，不让打农药，它这个物，它这个生出来上市的时候，人家看见就没得打农药的那个好看嘛。而众生愚痴，看着是进步了，很难得说这个进步。
善习所修的清净行菩提须啊，俱宣说呀，如是教化满十方，只妙香神能听众。这个妙香的主家神，他能够加持一些粮食，生着妙香的味道。我们讲到这儿了，这主家神不负责任了。现在粮食没有那个味道了，哪有妙香了？他该负负责任。他也该说了，他说不是我不负责任呐，而众生业障太重了，我没办法渡不了他，就是这样子。众生不接受，佛也没办法，得接受。佛有一切住世间，悉使利诱生大喜，所有根欲皆自见，可耐药神所误入，见者耐药的主家神，他能令法界众生千万莫懈怠，不懈怠，精进忧恼就消除了，一切住乐都消除了。你懈怠啊，懈怠不行的。主要说是心，不管你一天都在拜善，都在磕头，你心里妄想不出，防心呐，天天关照你这个心，让心不懈怠，就叫不思念。念佛念法，念念不离心，心有缘念佛法生三宝。念佛要心念呢，念念还归于心，心即是佛，是心作佛，使这心里清净。如来出现于世间，普观众生心所落，种种方便而生说，直进光神解脱门，离垢光明主家山，观察一众生善根，随应说法，因以合法得度者，就给他说神法，令他生欢喜，让他满足，让他得解脱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